不，我觉得是所有人吧，对所有人。不要，我们不要这么官方的回答。也不是官方，因为我看我那节目，就是我看我自己，话好少啊。对呀、啊，话真的好少。你现在话一点都不少。然后感觉现在大家就熟了之后，却就是有很多要说的话、要讲的话，我当时因为可能是就是我自己的原因，就没有大胆的说出来，这样就是感觉还挺遗憾。这样就是真的是。所以他现在平时私下里话还是挺多的，不是像节目那么高冷。非常多非常多，其实也没有非常多，还可以多还可以。感觉有人好像有话要说是吗？不，而且他是梗王。梗王怎么说？没什么，就是他一般不说话，但一说话就是梗，就是这种。怕自己该死的魅力是吗？来恐龙呢，跟波波一样，所有人吧，包括导演，对，包括那你要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了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其实导演每天，其实他们虽然陪在我们身边，但是我们哎不要这么官方的，真的是就其实还是没有说很长时间去接触嘛，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融入不到我们那个群体里面。然后所有人的话，其实像在节目里面我看下来的话，也只有跟男生相处会稍微多一些，但跟女生的话其实相处的会比较少。所以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，肯定是所有人一块儿能玩得更好一些。这个一碗水端平端的端水大师低调散。好，谢谢恐龙哈。然后其实阿卓也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你其实是个 CP 大户，就是男的女的 CP 都有，也是开辟了恋综的一个新的这个挑战。所以你录的时候有感觉到自己会成为一个 CP 大户吗？没想那么多，其实旅途很短暂，就没有功夫去思考那节目之后的东西，就完全就是享受旅行，享受当时的心情，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看到你的这个兄弟情 CP 这么受欢迎，心里感觉怎么样？很感动很感动，真的预言波波是真的，必须是真的。磕到了磕到了。可以可以，好，那我